那么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童和君，今天教大家怎么把哔哩哔哩的视频搬运到 YouTube 上去。因为其实之前大家也看到很多的那些搬运工啊，比如说像什么哔哩哔哩搬运工啊什么那些，他们就喜欢把这上面的一些视频搬运到 YouTube 上。但是呢，我发现他们有一点就是很多的视频他们都没有经过原作者的授权，所以说我们推出了一个计划，就是。原作者的保护计划，就是我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创意保护联盟，这是我新开的一个号。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有个朋友，他就拜托我帮他上传一些视频，比如说，就是这个叛逆的子弹，他是我高中同学，然后，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把这个视频给他就搬过去。就首先肯定是打开这个网址了，对吧？打开原网址，然后复制一下这个网址。然后用一个叫做 GG Download 的这个 GG 那个软件，在这里它就会自动读取你剪贴板的内容，然后你再那个进入回车一下，就能看到有一些就是这里它有一个MP3 视频文件，还有一个因为我刚已经下完了，它这里是 LV 的一个高清，一般我们都下高清文件，因为YouTube 油管对文件的种类没有要求。下完之后呢，就到我们的文件夹里面了。到文件夹里面之后，到文件夹里面了。然后到文件夹里面之后呢，我们再通过，对，已经是刚刚我们已经上传完了。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下添加这个文件，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这个，我们如果点打开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像这样的，就是把这些文件上传上去。之后说明一些填什么呢，就直接。根据原来的那个视频，因为我是转载嘛，所以根据他原来视频怎么填，我这里转载过去就怎么填。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转载的话需要注明他的一个原地址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通过原地址来找到他。然后就是那个简介的话，也跟他原来的那个简介保持一致。然后做的就如果你要精细的一点去做的话呢，就可以。把它就是像 UP 主这些追加的一些描述，在评论区的追加描述也给它复制过去。标签的话随便写一下，比如说 Steam 啊这些标签标一下。高级设置的话就我们把它这里设置为游戏，因为是 Steam 上什么5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，买到什么什么。这里的话播放列表，也可以在这里随便填一下，这样子。这个还没上传上去。一样的，也都是复制，把它的原地址复制过去。看一下他没有追加的描述，这是我回他的评论。然后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这样复制过去，像刚刚那样都点上，OK，然后直接点发布，它全部都给你发布过去了，这样子。当然了，如果要做得更加精细一点呢，还可以比如说它这里可以下载封面，对，把封面，你看我已经把一二给下下来了，我可以。把封面下到那个本地，在因为它这里有个自定义缩略图，就是你的封面，就把一一对应把它封面给它，这样传上去，这样的话大家看到的就不是视频的截图，而是这个封面了，因为它这个封面是经过一个比较精细的制作的，就我们也都照搬，都照搬，就这样，等它，你看像这样的。就是已经处理完的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管理后台看到这个视频了，再点开，应该这样，直接点开视频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视频了。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转载的一个工作，就 OK 了。
它这里，哎，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。哦，它这个画质就是比较渣的，我反正就是，它那个画质反正就往高里下，因为它这个最高可能也就这么高了，它本来压出来的就不是特别高，我看一下哈，是不是这样纸的事情，另外游戏的细啊。节也是抠得非常的仔细，大部分你黑入。嗯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子弹，欢迎来到哎呦，今天弹丸50块的第。怎么那么奇怪呢？难道是他本来压制的是什么问题？缺少选项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当时你我怀疑是他后台没有，就是没有来得及压制过来，这样的，哦，对，他可能还有浏览器的一个问题，他浏览器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款浏览器支持的去访问，比如像我们的 Chrome 浏览器。我复制过去试一下。哇，你看，像 Chrome 浏览器，它就是会给你一些提示，也是相对人性化的地方。哎，看看像这样的，我们再去，哎，还是不行。哦不，那理论上那应该是它，服务器还没有来得及压制过来，还没来得及压制。对，等它服务器完成了压制的话，就 OK。我看一下哈，因为我一般上传视频的话。它后台都是会有，就是全画质都会有的，什么360P 啊，然后720P 啊，1080P 啊这些的，都会有。自带 After，你看像我之前的这都是有的。再进去看一下，哎，有了，对，哎，1080P 了，有1080P 了，对，我就说，Hello，各位亲你爱的看观众这朋样友的话，们，它的大画家质好，高了，我是子弹，欢迎。就是因为刚刚的话，它服务器后台没有来得及压制过来，行。那今天的这个上传的教程就做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私信我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